哎，啊，你请有烧吧？没啦，无问题。啊，好耍嘛？啊，跟你出来哦，去倒位我拢好耍。真的哈？哦，好啦，安尼你先过一遍。许孝顺哦，你好你好，啊，你那个一个坐你遮？我都无像你遮幸福啊。哎，你看，恁迄时候恁少年某啊，跟你出来佚佗。无啦，阮查某囝啦。啊，阮查某囝都。安怎？带因孙出去佚佗啊！无紧啦，安尼总是吼，一家一代啦。啊，个人的好幸福，个人去塑造。啊，你吼爱面对。OK， 啊，你点样坐啊？吼。感谢嘞。OK， 身体健康啦，吼，带少年某身体爱顾啦。哎，小朋友。嘿，阿妹。哦，你们佚佗哟。乖哦，很棒哦。哦，阮查某囝哦，嘛甲你个要白大。伊讲吼会带阮孙出去佚佗啦。好啦好啦，有杨总在来甲我看咧哦。哦。OK， 拜拜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嗯。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我做了一个很真实、很真实的一个梦。我梦到我是一个独居的一个老人，然后就是就我的小孩、儿女都离开我，就一个很孤单，好像应该带长辈，对，带妈妈、带长辈出去孝亲一下。你知道一点我就知道了，那我就去陪陪我舅舅。那我就把我妈妈叫出来，那我们就把这一次的我们整个精神定为孝亲之旅，孝亲，那孝亲。这是我心血的才艺，抛高，好热啦！刚刚这个是张曼玉哦。80岁带来的真功夫，我的天啊！我都没有想到，但是长辈我们不能空手去吧？再怎么有礼貌，也不能空手到。好像有一个做面线的长寿面这样子，哎呦，也不错，蛮好的哦。今天来到彰化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叫的林厝头，这附近好像都很多姓林的，他们都是你的亲戚。你看，他们是干嘛？这是晒衣场是不是？不是晒衣场啦，因为呢有群落，必须要有东西吃嘛，所以这一户人家呢，他们做了呢很长久的手工面线，就是那个拉，哇，那个拉，那个拉。正在里面准备中了，大哥你好，你好你好，阿舅你为这来的炒面线开始叫我，系啊，你看嘛，好好，你来哦你来，哎呀，阿舅阿你，哦阿你叫，哎呦，中秋阿拢未登安尼哦，过来太嗨，你有够 Q 啦，大哥你做这个做多久了？从小帮忙。啊，你敢从跟走你啊？哟，啊，系啊。今物这个经济效益够好无？较早阮爸迄较有手工，今物机器的吼。哦，机器的代替哦，较无够外好。哎，食起来迄个气味较无共款。嘿，这较骨溜。哇，你看，刚刚呢，大哥呢已经一遍又一遍了。他这个还有两条。哦。阿妹阿妹，哦。哎呦，啊，你在红牛这里无？哎呀哎呀。你要起手提啊，又要靠这旁边。你讲崩壁了对吧？崩壁就好。啊，但是这个烂头要安怎出？嘿啊，这哎，温温啊，啊，心一下哩。心一下。嘿，对。哎，这敢那啉酒发昏，拢心一下。对。哦，我见袂啊，见袂啊，结果连。安尼有够，安尼有够长无？哎，有够吼。啊，这慢慢收长去。嘿，收长啊，结果用几棍啊？啊，结果用另外一根。嘿，过了几棍啊？哦，这。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它就是一个制面厂哎。刚才两只嘛，再加一只三只。哦，三只。哎，来是，这较简单哦。嗯，这个较简单。哎，较处理。哦。前进退后，前进。前进退后。嗯，来。哎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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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你们那边乱打。哎，搁切切。再前进，再前进，对，每再碾一碗，碾一碗灯。
哦，你讲你讲，为着你搓那个球啊，它面面刷遐油，哎，真不容易哎。哦，又断了哎。人讲吼，风敢那几大手嘞，这个面线嘞，都敢那伊会钳嘞。断这侪几根有正常？无正常。啊，这个连接袂。这是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我断十一条，我来看你断几条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少年人几鬼几怪，安尼使嘞？哎，崩壁就会使了。崩壁。哦，人崩壁了是？哎，对。又拖断两根。好，十三条。好好。大哥，阿你今日给造成你的困扰？不会不会，你袂晓剪辑袂啊？去剪辑。啊，你来定定你。常常你都袂使，你要拿看看吗？换衣啊！我来看伊咧换一条。你拿拿拿拿上面，一只档嘞，一只一手，一只一手，可以吗？小顺，很重啊！你来试试看。哎呦，你手够长，细的只哟，细康康下底康，下底一康，下底一康。哎呦哎呦，煞有其事哦！这个一步到位有了，哎哎呀，断一条了。可以跳动，可以跳动，不要紧。可以跳动都没有关系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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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下面。哦，你看前进，前进后退，前进后退哦。前进后退，这个比较吃紧哦。太简单哦。嗯。前进后退。后退，前进。又没有退后。你都没有退后，你。你一直在拉，那没有退后。没有退后。哎呀，啊那个退后。你身体退后，感觉要断了。哦，一把了哈。阿贺，你没追过哈？大哥，是不是你这边有一点问题？不是，不是，是我们两边用力不平均的。你这样会很快就断。大哥又觉得说，你面条跟米饭一样，粒粒皆辛苦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也觉得。但是他还好了，剩下的回收还可以再去做。对对，现在可以再做了。苦笑，苦笑，一光跟他骂脏嘞。大哥你，哦，他很，还有那个钝力耶，很敢呢，你很敢拉呢。一件刚刚老师傅做五四十年哦。嗯，唔拉不记啊，不记啦。你今麦工作遐侪年，讲我想老去哦。啊！这下晒提出去晒，该晒多久？哦，今天很快哦。哦，今天太阳很大。不是啊，风很大。风也很大。它是不是要有风才比较好？都好，不要太大风。风也不会太大。啊，面线哦，要细也会被断。还是钉条还是钉啊？钉啊。哦，你唔来去提钉条，佮袂断。哦，钉条已经就嫩了。你要不要三只像我这样拿起来放上面？哦，从这里啊，这里一只，哎，就当了，一个一只，嗯，还得要这两只，哦，就当哎，哦，莫去搞了，哦，大哥你的力道好强劲哦，这个那是手腕的力气哎，你看，画都来啊，夹，再从这里夹了一窝，再夹了，哦，哎，也就搓了，你看。真的，哎，夹到是，好粗，结烂了，哎，结烂了，那个跟脚底按摩师一样。大哥，我跟你握个手，你出力看看。不要，等一下，不然要怕你骨折。真的，真的，它整个全部都是那个，就是厚茧。这把有骨质了，哇，但是一拉就起来了。他重心了，他这样也对。那一短短的有没有？对，把它往下垂啊。哦，就慢慢，慢慢的地吸引力，就像这样啊，放它一个小时啊，这就往下掉，往下垂啊，垂到下对，哎，垂到下去，然后再到外面去把它拉开，一次三根拿着。哦，好，再拿三根这样，总共要拿几个三根？拿到完了，拿到完了。要等一下，要伸展。啊，我这样刘海会不会太长？太长，要修一下。这里，这里。哦，阿姆利尔。哦，这里。外阳夹麦骨，我都夹。一二三，嘿，一二三。还有。二三。寿翁来了。来 ，OK， 你要等一下哦。哦，好，等一下。哦，哇，好长啊，哇，哇。哇，真的变细了。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因为刚刚是白粉到我的眼睛呢。
你们这个村庄有没有去参加拔河队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好看！这是一个呢，历史传承之美，哇，也是他们家的这个薪火相传之美。你看，哇，这样做，啊，在前进，那退后，啊，退后，退后，在前进，前进。你确定没有学过国标舞吗，大哥？亏亏死了！我那国标舞不用做这个了。嗯。哦，大概五六次哦。哇。而且完全都是靠自己这种情感觉哦。往前。甩。啊，前进，前进。啊，退后，甩。甩。大力出。得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大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 ，OK 吗？啊，可以了吗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噔，那再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哦哦，好了，那龟头卡，那龟头卡，这边的换我，你好，好，前进退后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阿你够长无？无够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了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阿你再好。像是老人操。这样子，要拿出去晒了。哦，要拿出去晒了。啊，这个插哪里？插下来。插下。好好好。是。那那边给你，这边我来帮忙。还要再慢慢拿出来，哇，风好大，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，不要拉，你没有拉，我没有拉，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哎呦，哦，步步惊险的，吹多久？先把它摸看看，一下，你看这个这里不会粘住了。哦，有点蓬松感，是不是？不会粘住就可以了。大嫂，你以前住在哪里？啊，你嫁过来才知道做面线吗？会不会很辛苦？还要带一点扭头，大姐。我又不会跳舞。看她这样子摇曳，哇，好好看哦，很漂亮哎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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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浪滔滔我不怕，三文陀儿往前划，撒网下水钓鱼家，不钓大鱼笑哈哈，大家再再来吃咧吃米刷。这米是你家己炒的哦，家己炒的，那这厉害啦，啊，就这就搞炒的哦。一般我咧炒无法，少年咧炒。哦，你看他做饼哦，炒得好，哎，就不无法哩。哦，阿妈，你今麦几岁？今麦八十七。哦。看袂出呢，哦，我都吼做工课，嗯，无啦，即摆嘛有法无法哩。哦，我一个朋友三十斤哦，都安尼电动鞋啊。安尼就好啦，吼。哦，安尼会使吼。哦，安啊切得碎。哦。你敢那法式料理还个摆盘。阿妈这样子拿卫生纸然后弄一弄。阿妈，你安尼米得炒偌久啊？较早我是去台中南屯遐。哦哦，过去也另外哦，那真牛啦！什么钱拢看得到？对啊，好久没有看到这样手工的。您那个米得过爬领导哦？哦，原来它的面粉，然后经过跟安尼擦过，都会变安尼哦。哈，啊，要擦真久嘞，再。哎，擦真久哦。嘿，再红啊。而且还不能炒到焦掉。对。就这个米粉，你做米线都擦。哦。嗯。做面线的那个面粉下去炒，炒到了那个焦味适中啊。对，它那个会有那种焦糖的那种香味，然后它会有点糊糊的，很像我们比如说芝麻糊啊，或者是那一种，但是它那个面粉香非常的舒服。那你给我尝这什么？那加起来我觉得蚕桃。
葱头哦，葱头丢油，哇，才会有那个香气。哎，这食一碗会饱呢，哎，会饱呢。我人游览车来吼，游览车来吗？哦，那真好啦。泡龟壳，爱食泡泡壳，泡啊，爱加。对对对。哦，阿伯，阿伯，刚才你屁股出来遐真不错，哦，好吃好吃，而且这伴手礼的，嘿，吃好玩啊，哦哦，吃好玩，吃好玩，阿妈有一种腰叫阿妈减腰啊，阿妈，伊咧减肥啊，阿妈，阿你巴肚会枵无？我甲你，我食饱啦，你食饱哟，一二三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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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叮咚叮咚，有人接不？哦，有人。哎，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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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阿妈说叫我们来找你了。啊，这个老厝是你们爷爷留下来，对，在他老人家不在了，再后来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改建一下。里面的长工是自己的妈妈，对，妈妈就是靠妈妈来帮忙。待会你们用餐是妈妈的好手艺。你该不会想靠你妈要干嘛？我妈不靠谱，不靠谱。慢慢走，这边楼梯比较窄一点。哇，这个东西虽然不是阿公的，阿公的还在台北整理之中，但是就是因为喜欢当初阿公载我去骑乘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花了点时间慢慢把它整理出来。这个每一台都不便宜哦，你看连这个手把的木质的，对啊，那是意大利的。这零件都是你自己慢慢再去慢慢去找，找来之后再去找朋友组装。哇，这一台就更酷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新竹的一个工程师他制作的。那我跟他买了车架，然后之后零件也是慢慢自己去把它拼凑起来。然后这个是也是在北部很特别的家具店去收购的，它是以前美军弹药箱。对对对。哇，那蛮帅的。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奇异电扇，你这是也是百年历史的。对对对，爱迪生在那。还是可以哦，嗯，而且还没有很吵哎。对，它整个外形看起来就哇，非常的高级。它还是有灯，哦，有灯的哦。对，哇，以前帅的嘞。这是早期大概70多年前德制的，应该 AM 收得到。哦，我爸有买。以前的老东西到现在还是在。而且在那个时代没有影像的时候，所有人说快快快，哎，快宣布了，宣布了，宣布，哎，这边会下去，啊啊啊！他怎么在演睡觉？哦，你阿爸弄困你。哇，这个造型就厉害了，这用手摇的。对，手摇的一样是发条，最早最早期的蜡管留声机，这是爱迪生本人。哦，对，爱迪生本人，上了鲜花也是应该的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它那个发条多一点，对，发条你要多转几天，然后把它放掉，按进来就可以。前面在炒饭吗？对。它好像那个 Popeye 有没有？奥利维跟哇，这个有点感动，好特别哦，我没有看过哎。那这些都是它的早期的卡带哦，下面。所以以前的唱盘，它并不是圆盘的，是一个桶，对，而且是黑胶桶，对对对，应该属于是虫胶的桶子，是东南亚一种介虫，我忘记是不是它的排泄物，还是它本身制作的，然后它胶组加热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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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确定在唱歌？是的，其实这种东西就听一次少一次。
因为它就是会一直磨损，用它的针头去磨损它的，就磨损到没有。对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你在城市，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工业风，还有你自己的专业，那你很有诚意的把这些讯息都带回来。那这里的人买单吗？目前就只能靠网络的资讯，然后来吸引客人过来，支撑得了吗？假日支撑，平日就可能要麻烦您支撑。你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放石头，他就愿意支撑？真的吗？好，因为石头本来就是用来支撑的嘛。支撑的。难怪哦，人用石头看触电，山用石头动海影。这个是我主厨，啊，你主厨的妈妈，妈妈煮的高丽菜饭，这个主菜是松板麻油面。对。那妈妈本身以前就做菜吗？还是啊，不然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住的太偏僻，八岁就开始煮饭。我们住中麻辣农场那边。啊，你怎么嫁到这里来？想不开，就偏僻。这个高丽菜是不加水的，慢火焖大概一个小时。这纯粹就是那个菜的甜，厉害是上面有放了一些脆脆的那种口感的转变，是那个猪油渣，猪油泡啊，你要大概浸一两个小时，而且有点像那个西班牙铁锅慢慢煨出来的，对，有锅巴的，然后也有像日式炊饭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这种米是咬起来特别甜，就那个有米粒香，很有情感的。我刚刚吃到这个蛋，蛮多龙眼干，对，为什么你有？真是的，这孩子，威哥谢谢威哥，感觉他好像是那个黑金老太后，结果他是桂圆呐，哇，他是龙眼，那咬下去竟然是有 Q 度的甜度的，对呀。不黏，不腥，它就吃起来就很爽口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妈妈自己也会研发这个菜色，这样。因为我们的菜单其实是每个礼拜在跟动的，所以一直丢考题给他。我喜欢变来变去。你喜欢变来变去？对，我喜欢一直不一样。那妈妈看到这个小孩子回来，感觉怎么样？感动吗？可是很会念。以前工作久了，看人家念久了还蛮过瘾，所以想要念念看。他刚回来哈，我很惊伊呢。是啊，他讲话很快。嗯。那他都做 live 的，所以说他们讲话就比较快。变成我们要退一步，那他也稍微要退一步，这个家才能够圆满。这样。妈妈本来不会看得懂他的脚踏车吗？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？他会念，知道。会念吗？会念。这时候被你念他了。啊，你没有把他骑出去买菜。我不敢骑。他不会骑二轮的。那妈妈，我问你。假如你孩子，你希望他对脚踏车比较有兴趣，还是对石头比较有兴趣？干嘛又拿到我？石头好像不用花钱啊。没有，不懂。还懂渣哦？不是随便捡吗？没有。你可以随缘的捡，不能随便捡，因为随便捡是捡不到的。如果我跟我妈也没有办法这样共事在一个屋檐下多少个分钟，用分钟计算，人家是以一辈子计算。你是不是不太有建立？不是，共事跟那个就是母子相处是不一样。难怪你一直叫你岳父叫叔叔。但叔叔在世道脾气这个。他那又叫叔叔了，是吧？那根筋都筋了，两根筋插在哪？
过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，一直记得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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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那门一打开，一停，那个开车一出来就爸爸爸爸爸爸爸，他不是都搞的，你来爬。内心什么话要跟妈妈来做交流一下？毕竟妈妈也辛苦一大半辈子了，家里可能以前经济环境条件没那么好，那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，然后让这个家能更完整一点。因为我们原本四个人，妈妈还有我，我爸爸，我弟弟，我们是各住各的地方。那因为这个家，我们才又把它全部都对集合。你刚刚讲好像讲给观众朋友听，是，我希望你讲给你妈听。Action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做了这个家庭。再怎么有礼貌，也不能空手到。哎，你好，大哥你好，哎，我们有得到讯息，是说这里有低海拔平地百香果，那是不是呢？种火龙果会长百香果？种火龙果不太可能跑出百香果哈，是，不过百香果是我种的哈。其实百香果是蛮怕热的一个作物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在平地做百香果，必须要在冬天跟秋天的时候来做种植，它比较能够减少热障碍。那你种在哪里？那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要坐车过去，我们的红色超跑在后面，时速不会超过30，还好不用安全带都 OK 啊。上面还有小板凳，是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二三，走。我怎么觉得自己很像牛啊？哎，这样还要抓好啊！那我们现在要发动了。对，动了。稍微抓一下。7年哦，他一开始回来是不习惯，对，不习惯，因为站着就流汗，其实不用工作就流汗。但是自己后来慢慢怎么克服的？照顾果园嘛，就是我们农民的责任，而且我们平常这样跟大自然接触，心情也会比较好。麻烦你翻译一次。他说哦，他跟大自然接触，这样心情也会比较好啦。因为风从这里来，你一直讲，我一直喷，我已经这么大了，不需要再灌溉了。自己回来种植在百香果的时候。在种吗？还是有结合一些朋友？做了几年之后，发现啊，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。所以我就去结合我们在地的青农啊，然后来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，包含一些农产品啊，还有我们这边一些人文啊、风俗啊，还有一些地理特色这样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来哦，慢一点哦。对，往事只能回味啊。虽然腿有点短，但是还算堪用。我们这个是防果蝇的，所以我们进来要赶快关门。都关好，关起来。哇，这个仿佛是不是你以前高科技业那种无尘室的概念？哎，你好，那我妈妈。哦，妈妈你好啊。你的粉丝，我待会再煮粉丝给你吃哦。他今天没带粉丝，带面线呢。哎，我们再往这边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么绿很少看到哦。上面还有一点一点，这是什么品种？这是满天星的品种，所以它上面有一点白白的，看起来就像星星一样，所以它叫满天星。采收大概还要大概接近3个月，收成会变前面那个红色的，比较红一点。对对对，我们小心要。我有注意到那个电灯泡，它是晚上也要用光吹的吗？是，我们因为我们平地种百香果的季节啊，大概是冬天，可是冬天它的日常不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照灯。那我们也是算是平地蛮少开始做产地调节的。那甜度可以改吗？你们用烈焰的，烈焰比较甜度，可能很难的、啊。但是我们靠一些肥料管理也可以做到不错的。我现在用低角度来看哪里有，稍微要蹲下来，其实种不带到头啦。真的吗？对 对， 對，我想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像这种就可以采下来了，你要试试看吧。哎，我们这边有个地头。哦，地头。折一下，折一下，折一下，它就折一下，用哎、啊，对，哇，看起来不容易，很大颗哎。对啊，在台北经常看到那个水果店里面，它的皮已经都皱掉了。对，哦，这边看起来18岁，那边看起来80岁。这种品种就是这样新鲜采下来就可以吃的，用压的吗？用压会抱着整全身都是。我们来轻轻的捏它的屁股，轻轻的这屁股在这里哇，我轻轻的捏它。哦，它就裂开了嘛！哦，讲几波嘛，讲几波，干净特别爽，试试看它。哎呦，哎，味道，它的水分看起来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百香果不太一样。嘿，你应该算蛮甜的了。它看起来就是，我一挖那个水分，哇，就冒出来了。
哇，感觉一下，感觉会酸吗？不会哈，不酸哎，哎，这个品种很好吃，哎，这个好甜哦，而且呢，它整个像有一个水囊包住了，它里面那个籽哦，对对，我们吃的就是那个囊跟里面的汁，很甜哎，这个真的是很甜，它又叫蜜糖百香果。一般我们去采访，他们都不太会送给我们。啊，对啊，因为他们留着自己吃。哎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有看到我的眼神，你们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很注意。他说没问题，但他眼睛眨了一下。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很注意。我那边那两个东东还没问题，来吃吃看。恭喜威霸！哎呦，爽！哎呦，双颗！哎呦，饱饱实实的。要不要剥剥看？从屁股轻轻捏，稍微用力。哦，可以。好了，它连那个皮都很脆哦。哇，这种新鲜的，这种营养，它就像每一颗胶囊一样，你挖下去的时候它才会开始。你看现在是没有那个，汁是饱在那个里面的。这两颗应该也不会酸吧？太美味了啦！哇，这个真的好棒，很棒哦。哦，这好棒！这种黄金的长在哪里？黄金的在我们旁边这一排。你看我们这边看不到黄色的嘛？在冬天的时候啊，百香果它的转色会比较慢，所以通常都是像我们来看后面前面这一颗。哦，这颗，这颗稍微有点黄黄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可能这两天它就会掉下来，或者说我们要把它采下来，让它后熟，让它变成金黄色的。要不要放在米缸还是放在哪里？一般的常温就好了。啊，常温就。那我们专业的话，可能会盖个棉被，它怕的。我真的盖棉被，纯聊天呐。那你们怕不怕酸？要不要试试看？这颗其实也可以吃哦。但是它因为它还没有到转色，嘿，来，我来开，好来，从屁股上捏捏。哦，听到了，声哦，所以你震，所以你震，没事，土地公，土地公，来来，猜拳输的吃那一笔，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我们要有土地的滋味，大地的剑，到石头布。再找一颗好了，不行，不要浪费，不能浪费。很多妈妈姐姐都以为我欺负她，这是她自己争取。哇塞，这个应该不会酸的，不会太酸。哦，酸吧。其实说实在，真的不酸的。这个比较飘香型的，对，香气比较浓哈。你看我到底还是有点知觉，后面怎么会有点粉粉的味道？因为它还不够厚熟。不是，那个是不是？那是土，胡椒盐。那是土啦。地上有一颗，所以它如果再放个两三天，会滋味会更好吗？对，会更好。饱满，超满的，你看它比一般的百香果都在更大颗的，而且它的颜色比较偏橘浓一点哦。会酸吗？应该还好。是不是该买一箱回去给佐佐好好的大块真的不酸呢？好，果肉给你吃，果汁我来。我这对你不错，怕你没有营养。很熟的时候啊，会有一股淡淡的感觉，就是蜂蜜的味道。哦，一整桌的甜蜜啦。这一碗啊，是用我们百香果汁手做的那 QQ 圆。我以为什么果肉这么大颗？嘿，这个吃起来的口感非常好，因为它非常的 Q 软，所以要多嚼几下。也有百香果的味道。这如果夏天加点冰的话，更厉害。这好棒哦！这种是从以前接种过来，还是另外一个新的品种？其实啊，台湾算是农业强国，所以这些百香果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老师培育出来的、培育出来的。你们猜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这不就是刚刚的百香果吗？你可以打开看看。哎呦，它里面是果冻啊！哇，直接把那个果皮。哇，你看这果冻的 Q 弹到一个地步。让观众晕船有没有？就看你们果冻看到晕船，嘿，要昏过。哇塞，哇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对呀，而且这种哦，真的是恋爱的滋味，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哇，百香果酱加奶酪，哇，这一集我们家小朋友看到就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？甜甜酸酸的，哇！奶酪是极度的浓郁，然后呢，这上面那个酸呢，真的是哇，对，就好像那个冰上曲棍球，有没有？
刚刚我把那个纸划过来，哇，嗯，哇，它有那种直接那种撞击的那种真的感，会让你想一口接一口，嗯，忍不住，嗯，熬成熬成果酱，它的风味会更好，因为熬煮的过程中，它香气才会提升出来。家里很多人都会这样对破，对，那汁都会流掉，都会浪费掉，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会建议就是说，我们从三分之一出这样，一样是把盖子打开，对，打开盖，它才不会浪费掉这样。好，那像这个就很熟，所以它汁已经都跑出来了。哎，好，那给你看一下而已。来，我再来一个，会酸吗？哇，龟鳖啦，就是有一点成熟的韵味，嗯，哦，芬芳。有个部队在蛇面上赛跑。家里做的果干，红龙果干可以试试看。那特别 Q 弹，我们用低温烘干的，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都保存在里面。我们有两台果干机，一批做起来大概是在30包，所以要一直做、一直做、一直做这样。我们不是工厂啦，我们就是自己小农这样。这个完全不加糖，无添加的。不知道它烘完竟然它的籽有那个香气，有芝麻的感觉这样。除了自己在做之后，其实我们结合我们周边的一些青年或青农啊，在做体验行销，就是包含农业的啊，包含我们这边风俗的啊，我们的伙伴有在做好吃的米糠。真的假的？哇，那个皮都是发亮的，麦相跟里面的果囊那个包住的那种感觉，吃起来就更扎实了，太好吃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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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那个启中说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远远就走过来了。嗯，谢谢。以前做什么的？以前在做业务的工作，在台北卖房子，遇到自己故乡的这个同乡的一个叔叔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去学个一技之长？”他说：“卖房子有淡旺季，旺季你去冲，淡季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开着你的蓬江三轮车，也一样去冲，也不用去找工作啊。”哦，就是台北市大安区六张里那个地方，是很多人在那边捧蜜蜂。哦，在捧蜜蜂。对啊，所以说他就说：“哎，阿威我是塞，我阿姐给你介绍好不好？”哇，然后他就帮忙我的。那你就从六张里骑这一步回来。对对。对，等一下缝的时候记得哈，会怕的耳朵捂住，不会怕的嘴巴张开，保密汤飞到你的嘴巴去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哇，臭屁哦！跟着来啊，跟着，跟着啊！来来来，谁的宝剑？地方的宝啊！地方的宝啊！哇塞！我给一下就整了。这跟我一样侧身，右手在这里，左手在这里。一二三，我会往这边撞哈。好，看镜头，来，一二三，什么味啊？臭味的。但是整卡拢叫做林精米啦。哦，林精米哦。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国外电影院的影响，都吃爆米花。其实也是有我们自己传统好滋味，更健康。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的米香粒了哈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拿到那个大的，这个叫洗微，倒到里面去，拉开是。你就会掉出来的哦。拉高。对，拉了，慢慢的，好，哇。哦。今天风，今天风这么大，不会吹走。来来来，我们赶快倒。哎呦。就这么的。对对，就多花点。妈妈说炒菜要放一点油，才不会掉片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粘锅。我们来喷一点油。好好好，葵花油好了，好，把它倒进去了。好。然后要搅拌，对不对？要搅拌，我们再来准备麦芽糖。好，我们为什么用手搅拌呢？因为我这个工作已经11年了，搅拌用手搅拌，测试它容量够不够，有一点经验了。保密糖好吃的关键是麦芽，麦芽糖好吃的关键是温度。温度要怎么测量呢？老师傅用眼睛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老师傅，所以现在的人用这个。测试一下，顺哥拿这个专业的，几度是最恰当的？建议大概在115度左右，准确的温度它才能够吃到脆的口感。把温度计放到这个，直接放进去里面，去看一下它的温度。
39, 40, 45, 48, 50。我八十一、八十二。来，我们稍微火关小一点，让它慢慢的上升哈。这样的麦芽煮起来的地方是最好吃的。99、100。100，还有没有？102。再来点。麦芽温度越高，低汤越好吃，但是越不好做。快到了，再来一点点。来，100。我们把麦芽倒进去喽。来，我要开始搅了。对，开始搅拌了，来。好。因为它开始会变粘稠，变硬，因为它在冷却的过程当中，对，那就它就焦灼了。我们搅拌就是让它均匀的覆裹在每一颗米粒上面，我觉得可以喽。好，我们把它倒起来，这个给我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好用力哦，都不怕它痛啊，好特别。我们戴着手套来把它压一压吧，来，压扁，加油，压一压来吧，来，威哥，怎么样？再来把它压一压，对，怕等下就硬掉了。对，来，我告诉你了，道具来了，闭嘴，感情，对，把它感情，对，快点，小顺，我怎么的力气？对，快点，小顺，我怎么觉得我好累？好好吃哦，我感觉它就觉得好好吃哦，来，好，我们旁边这边比较高的地方需要再压一下哈。哎，这个滚的好爽哦，好疗愈哦。快哥，加油！如果你发现你滚的时候，它地方上面已经破了，就是代表它的麦芽已经冷却，已经变硬了。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做裁切了哦。我们这个有每一个点对准每一个位。对。放着，然后这样裁切，慢慢的。往下切。不很大力气哦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感觉如何？好，那个刀会黏住，被麦芽黏住。好。好。来下一个。威哥换你了。都靠着靠着。啊，手放上面。对，你也可以用压的方式往下这样子。对，哇，像糖果刀一样的方式。对，两手共用。对。哇，每一步都是功夫了。这一刀都切得漂亮了，真的。我蜜蜂越切它会越硬哦，因为这个蜜蜂已经麦芽变硬了哦。而且你这个刻度应该是自己去刻制化的吗？对，这个都是我们当初哈自己这样一点一滴哈研究出来，对，去研究，然后去找师傅帮我们刻制的。小时候是那个木块，然后它有那个斜角，木块会比较有这个所谓的木屑嘛，清洗的部分的话，可能今天洗明天还不一定会干，是不是力气快没有了？没不会，还好。哦，它的切法是这样的。因为他每天要切那么多，这样会比较省力一点。用顺势的哦。今天的成果如何呢？哦，这是有手法的哦。对。这一刀是顺哥有参与到的。我有参与的。来我一定有参与到的。好。麦芽的粘稠的感觉，再加上米糠那种松软、那种 Q 弹、那种弹簧的感觉，真的是很舒服。它那个米糠的那种蓬松的感觉很好。食材新鲜的最好吃。我们用在地青农所种的有机无毒的米来制作，保证吃的安心。你知道演艺圈有一个大哥很喜欢吃麦芽，对，瓜哥。为什么？他一直讲麦芽。它是怎么样让它可以成为伴手礼？传统的保密方就是这个包装哦，它适合做伴手礼吗？外表不好看，做小块一点，做薄一点，做一口吃，让吃的人更优雅。哦，做小块让他更想吃哦，所以后来我们去做夹链袋包装，我今天刚好有准备。哎呦，太巧了！对，你今天就是我们的贵人了啦。伴手礼的蹦皮泡，我们将伴手礼。对，那从今天开始呢，电影院里面都是皮泡了。谢谢伟哥，哇，这个很棒。来了！哇，该来！百香果茶、火龙果干。哎呦，这样子，我们这个校庆之旅呢，绝对是诚意满满啊！哎呦喂啊！一袋。好，等，你刚拿了一袋哪个？你以为我没在看啊？满满的祝福，百香果代表了这个长命百岁。嗯。哦，蜂蜜胖了呢，每天都过着很芬芳的日子。对。敢问，哇，大丰收嘞！谢谢。嗨。
辉哥，嗯，那明天我们有没有想一个什么在鹿港这边给他们行程？我刚刚进来饭店的时候，看到他那个有三轮车载他们，对，然后呢环绕一下市区，不然叫他们载我，不行啊，舅舅应该会骑回北斗。你听说他们这边有个夜市非常澎湃，对对，那我们也可以逛逛逛夜市，然后他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给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又有点饿了。我刚刚在那边敲肚子，我就发现，我的肚子这上面好像有点空空的，好像还可以再装一点。我你卖你家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过年回来到现在还没消肿，我都快要叫你威老爷了，好像那个气势比较强壮一点。走哦，行行行。火红，哇，嗯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两包 ，OK。哇塞，威哥，怎么样？不会吧？你是有展现你的金笑脸，还是怕人家说你是傲笑脸？专门挑那种又冰又酸的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小顺，实不相瞒，嗯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跟你相处久了，嗯，其实我也有一点感应的能力。你现在有感应到什么？你是不是也有敏感性牙齿啊？真的好准哦。嗯。啊？因为我之前也是有敏感性牙齿的人啊。为什么我们人夫的境遇竟是如此相同啊？我跟你说，小顺，嗯，我超懂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因为。我之前也是有敏感性牙齿的人啊，我就特别担心说我会不会不处理呢就更严重，嗯，而且敏感性牙齿它不会自己好的，不会自己好，会痛就是有问题。是，后来我就找了我认识的牙医，他就特别推荐我一款。推荐你什么？想知道哦？真想知道。我带你去啊，走，赶快。就是这一款啊。哦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以前喝热汤酸的啊，或是吸到冷空气，都觉得牙齿酸酸的或刺痛，那种刺痛的感觉真的很讨厌，很不舒服。所以后来哦，我就都习惯使用这款抗敏牙膏，它可以深入修复牙齿脆弱敏感的部位，形成坚固的保护层。帮助舒缓敏感性牙痛，持续使用后，我现在每次出外景都能够大口吃香喝辣的了。那么厉害哦！哇哇，哪那么多？家里这么缺哦？小顺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是帮大家精打细算，从4月7号到5月4号，全联实体店面。买舒酸定牙周士全系列消费单笔买399，合购生鲜任意品项现折88，超级划算。你说不买说得过去吗？说不过去的，那就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刚你们有说要去鹿港骑那个三轮车逛老街嘛？对啊。啊，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鹿港这边很有名，现在有那个米德冰，有没有？哇，超香的。然后那个夜市啊，我们找到一个金城夜市，哇，那边有个蚵仔煎、脆皮蚵仔煎，哇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多人推荐呢。听起来哦，我们做外景就是很辛苦，不像他们哦，在家里都说哦，我们那么轻松，好像很爽，有没有？对，吃这个吃那个，去那里去这里。对，就我跟你讲，你看呢。刮大风啦，下大雨啦，晒大太阳啦，一会儿给我们吃很冰的，一会儿吃很烫的。Oh my god！ 你看，我每次外景又要吃热的，又吃冰的。要是我以前的敏感性牙齿，早我就受不了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现在有持续使用这个舒酸定专业修复抗敏牙膏，一天刷牙2次吼哦。并配合这个正确的刷牙习惯，它就可以深层的修复，有效帮助舒缓敏感性牙齿的不舒服。舒酸定专业修复抗敏牙膏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有感。就是因为这样哦，所以我每次外景才有办法喝热汤又吃冰品。我要为我明天的工作好好保养我的牙齿了。
哇，好棒棒哦，威哥，你真是我的一盏明灯啊。不知道我有棒棒的时候了吧？耶，因为我是棒棒糖。那这样我也要开始使用了啦。来，这一条给你。谢谢威哥。可是这个刚刚好像是打桶边，不是报公账吗？好，早点，我早点刷牙，刷完就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好，晚安了。好，那你们早点休息哈。OK。好好刷啦哦。好 ，OK， 晚安。爆炸的这种大的控肉卤肉饭，哇，这怎么能够？怎么能够？小顺，你还是不要吃那么多，我怕你一早吃那么多。那没有，那我这个一块那个山城给你。哇塞！留一座城给你，你看看。哇！哎呦呀！老城区的鹿港加一个新的饭店，你走进来这里面，这种时光交错，让他们呢说：“哎呦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鹿港舞叫你喝水？”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我们欢迎超级巨星刘素。我们超级巨星这一次呢要来领奖了，来马上带来是百香果水果特技，是无比的精彩，各位哦，耶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接下来少年的金像奖男主角国民阿姑杨春华先生，耶，北斗之光，首先带来最厉害的踢踏舞。长命百岁！哇，北斗之光在一起，真的无上的光荣。哎，张曼玉今天有吐苦哎。妈妈，不要搞错主题哦，今天是孝亲，不是相亲。有练过的。我妈一下子又换帽子，换帽子又换造型啊，这个要有这个 style。原来。威妈是凤飞飞，接待。啊，叠杯，你会哦，我会。小吃，这有牛舌饼，还有阿婆麻糍，还有正玉珍的凤眼糕，啊，鼎泰兴的水蒸蛋糕，还有咱玉珍在的口酥饼，都是大家咱龙岗上有名的迄个名店的伴手礼。担心他，因为当然他是服我们两个人的、啊。难道你刚刚有打破一下杯子吗？对。不懂的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办？刚才不小心把它弄破的，我们会负责到底，好吧？咱只看去，阿古迄条钱哦，咱六港的龙山寺非常的水。鹿港的美景都尽收眼底。妈妈，你刚刚是背对镜头，我教你哈，人家拍你屁股不好看，你就要这样。
这个鹿港哦，要这样来来坐一次，来右转。嗯，你看这么美的画面，鹿港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好，很棒很棒。来来来，佳佳。嗯，听人讲哦，你今哦变成我咧明星阿姑安尼哦，红到倒位去？美国。好，是啥物人看到你的节目？伊伫美国上班的咱台湾人，伊打电话阮妈妈讲。是。哦，迄个叔叔伫个电视咧表演哦。好，足好看。欢喜个。所以今麦红到美国去啊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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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悠闲哦，好帅哦！哎，威廉带我来这里，超棒的嘞！哇，这是矿泉水，还是我不小心碰到的？不小心，它漏一点点水。哎，我这个是高级的水，你干嘛？你这个穿出来的衣服就把我弄湿。那你在王美这边拍几张照片，这样那是一定要的。王美都是那种，然后腿这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常常年轻的时候在游泳池畔表演过的，我最得意的这一张照片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看上面有什么东西？不要看镜头，这样才会漂亮啊。所以今天你有来这边老港。因即马加有吼，三年加有，因即马才有电动的，吼，阮会载你安尼世界来去看，欣赏一下吼，即个鹿港即个老街市，无同款的文化气味。你自己练过哈？会。过江过。准备哦。准备。来。看看你几秒。哦，我还没开始。老人家有点慢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我是教学的，不是要比快的，两个一个，然后这个要八字手边。哦嚯哟，刷刷刷！哦嚯哟，刷刷刷！哦，来来，这样，然后按白兰花，对，按白兰花，对，结束了耶！我在表演的时候，学生都说：“老师你好神啊，就是你很神气，你很厉害，像神级的人。”你没有很神，你只有很省。等一下去哎。阿姑，你看阿姑，你手被亏，你手怎么？你看阿姑的手比我大多少？谢谢帅哥，我们都跟你照相。哦，来来来来，你是什么？笑脸的出发吧。人家跟顺哥打招呼，我妈在嗨，很高兴叫你，刚刚闭室啊。三二一，耶，谢谢。我们的节目叫做《笑脸的出发吧》，OK。哦，谢谢哦。这边有个曾老师，老师你好，曾老师哦。好，来了，阿姑咱坐一边。走了。这个电动的呢，电动的。出发，出发。耶！好，妈妈也没有这样子坐过三轮车在鹿港哈。对，这一条是民生路，主要通往那个天后宫的一条唯一的道路。鸡多美食多，还有酱汁多，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。对对对，早晨有个日饭就是码头，以前我们跟那个厦门那边做生意，哦，一天来回都有三四百次的船行。你说这个日贸行就这里对？日贸行。就是跟大陆做生意的一个单位，类似我们现在的商业工会。做油的行业就是油胶，那如果做染布的胶怎么练呢？虽然难听，但是还是有，就是很真切的染胶。对对，它这一条取名叫做美食街了。哦，这是美食街，都是卖吃的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旁边两侧都是卖好吃的东西。哎，米可白他们的店在这边的哈。米可白，跟他妈妈在那边哎，打过招呼。哇，天后宫到了。哇，那你躺出来就是天后宫啊你。来，阿姑，来，我们下车。妈妈最喜欢的拍照哈。大概来家拢食迄间的蚵仔煎啦。哎呀，这食久的习惯啦。哎。
因为呢，来这边一定要跟妈祖娘娘问候。清明那边用喜好那个很波比，今天有点来谢神。这是我新学的才艺，这个叫做波拉棒，好不好？哎，它会旋转的，哎，旋转是吗？哎呦，旋转起来了，来，你看，这个叫做钟摆，来，很紧张，哎，来，紧张，来，来旋转的，来，来旋转，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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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。这平常可以练习哈。哎，我也是。柔软筋骨，柔软筋骨。哎，波拉，你这样是表演波拉棒，我表演砍坡爷吗？哎，波拉棒。哎，谢谢谢谢妈祖，献丑了献丑了。妈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妈，凌波舞你有没有看过？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，再低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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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办法，好了。好，我们走喽。嗨，你好。我们说万古鸡翅美食，好啊，这个天后宫前面都是一些美食。停一下，这边停一下。被什么吸引住了？因为刚刚有一个很美丽的店员呐，哎，现在换他妈妈来。没有啦，因为刚刚看到那个甜甜圈哦，看起来应该就很好吃。好好哦，小顺装雷达，马上看到哈。哦，好吃，来阿姑，可以看一下。来，谢谢小顺，小顺请你。对对对对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。这样才是对，出来弄花鱼。对对。哎，真的很像短弄的牛角的。对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功法，它里面那个肌理，赞，好吃。嗨，阿公，江江怎么没有来？阿姨去种田，哎。哎，拢有来看嘞，叫你威哥嘞吼。你好。嗨。哎，你怎么称呼？许黎明好。这是过门的。严派吼，辛苦。对对，咱广港有厝的吼，讲迄个四五口赤查某，抓到四五口就爱进入职工作。哇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三个姓的大户人家娶到这样的老婆的话，我们就要对他客气一点。是。那早期这边我看也很多这些店家，以前都早晨的房子，早期的房子，大部分都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你看这个右左边的房子都是蛮久的，那不能重盖了。你有钱要整修也不可以。那我们也看到很多鹿港有这些庙，几步就有一间庙了。像这个城隍庙，300多年的历史了。无敦厚的灯铺，这些的那些景点哦。这个灯笼很厉害，它是早期供应这个全台湾这个70%到80%的这个手工灯的。很多那个外国的明星都有来跟他拍照。OK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站停一下。哦，这些是传统工艺。哎，阿姑，你来看人哦，做锅灯。这个灯笼很厉害，它是早期供应这个全台湾这个70%到80%的这个手工灯笼。很传统的哦，对，这样修钢的哦。师傅在那边哦，师傅哦，师傅好，哇，领导呢？哦，今年兔年，特别画兔子。老师，你这个多久了？被杀呆了。啊，有红 DIY 体验无？有啊，下一趴好你炸灯去，把你的水晶灯拆掉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古色古香。古早时阵哦，伫红地店还是迄个
寺庙人哦，台湾出巡拢用得着。哦，即卖就是过年哦，庙人会点迄个光明灯，代表光明有真大呢。是哦，真好。啊，拢用手工的安尼。哦，这这。嘿哥，苏金通起来吼，哎对，这是讲百行百业哦，拢来这里定制啊。你的迄个长隆集团好不好？哦，来买阿华做集团嘛。哦，拢有咯，哦，中国台优秀的，拢有来哦。哦，要相信顺利，很顺。哎，你哪来的啊？你来定做的啊？是是，哎呦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没有威盛。你说有迄个威盛威哈？对嘿，哎，这几年会做个。哦，这也在更新，更加你顾哦。哦，哎，我们选手怎么会不一样？对对对，因为他写字不好看。那我要写祝福舅舅哈。以前有练过盲笔字的。那妈妈你想写一些话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想写玉兔，玉兔则不达哟。不是，我要写，我被你嘲笑。我刚才想到那个成语忘记了，虾你要虾我剪，知不？妈妈，你不要太唱缺哦。阿哥，你想要理我个虾去？玉兔很多，干我，干我，幸福丁丁。快吧，玉兔生辉，最早大小大小字还目测的刚刚好。心性本性性性精。小顺写那么多字哦，你逮住机会练书法哦。他不是练他，我就说他是许大师。这里哈，快掉，放一下。这就很有意义啊。对，有大师的亲笔加持，好好的马马乌龙来加背背后给那彩绘灯笼。哇哇哇！他说他有练过书法，让大家感觉一下他的成品。他自己拿了笔就一直写，然后我刚刚跟他说：“妈，那我不要签名。”他不用，所以他自己签了很大字。哎呀，哥，我一点不理。祝福春华舅舅哦，阖家平安，明心见性，觉悟成佛，清心性静，放下无我，能舍是福。利益众生，造福人群。然后我们也感谢大师今天的哦，谢谢谢谢吴老板哈，我们来继续拍片哈。这里有深度的一个城市，一定要换一款衫无同款的哦。欢迎你们哦！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他们帅的帅，女的美。我专门为的这些老人家做的水桶腰的旗袍吗？还是有点那种气质的。哎呦，贵妇人哦，也不错。妈妈，还是你要走性感路线的。你也腿有低不？不，我美腿没败。不灵不灵的。OK。好，这个是正是是昂水欧罗班。哎，好来，昂的。尽量。哎呦喂呀，好麻烦。哎，你妈很好笑。对对。她那个帘子拉起来，但是她人站在外面。嚯，那个小王小姐说：“来来来，哈，喂妈喂下来哈，她就又给我，一摸就给了。”不要啊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徛在后边啊？你跟他差不多的。所以说，你这个东西叫做误人子弟。啊，九九的话，其实有这种蛮是昂的。哎呦，啊不就是类似串的。哦哦，哎，这刘文正，刘文正。蛮有劲的。哦，老爷。阿古先叮当两波，哈沉。来来啊，哼，哦，扑，哦，打，打，打。好啊！哦，哎，对啊，你还想演起来？好啊！哎呦，他哭！好，阿古，好，小李，小，插头要用的，小李，小李，小李，聊天你没看见不？对，你讲，你插，壁雕。哎，哦，不行，这样我舅舅会很累的。苏远文。总教练，他没人气，好，好厉害。两色穿搭，两色穿搭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够大件的。
然后呢，你那个袖子要把它卷一个颜色出来。啊，后我们把机关也开了。对啊，就层次弄过，还有碎油，嘴巴咬着好不好？哎，看一下，哎呦呀！可是我故意找金色、找红的，让觉得又喜气又贵气。因为舅舅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光鲜亮丽、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、众所瞩目的一个焦点。我们都离开了，他一个人在那边照镜子。你有没有像以前年轻的那么帅啊？你妈妈在塞金哦，好咚咚咚咚，嘿嘿嘿嘿，咚咚咚咚唱，嘿，咚，妈妈要爬到桌子上去，对。是哩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卖一个，怀仁奇乐玲珑台，哦，高价旗袍，虎米娇啊，来掌声欢迎杨春华先生。欢迎，欢迎，来，来，打打打，来，站。这咱无意外。这次为了要来，有特别在练功夫还是什么？我不用练，因为我你叫我演什么我就像什么。英勇盖小鬼啊！接下来美人就要来啊！来自台中市西屯区刘素娟小姐。来来，讲起来，九秀九秀九秀，侧面侧面。哎呦！很明显，这边有静脉曲张。好了啦，不用排那么久啦，不用排那么久，排那么久干嘛？你看，刚刚真的是张曼玉哦，无法自拔。哎，我们两个呢，平常就是这样子打打闹闹。其实我也还蛮习惯的。哦，来啊来啊！哦，有法度无？无哭强哦。咱两个哦，足济人起来等你，那顶起正功夫嘞，事不宜迟，出发，少年嘞，出发！叫超越时空，跨过跨过时空门，哇，完全不能看。走走老街，对，找到当时那种风华绝代，你看看有多少拿着现代手机的美女。哦，这个音乐还蛮好的。对对对，刚好这个真的哦，这个气氛，哇。哇，这个就真的鹿港老街了，这真的是老方式。阿姑啊，还行到我老爷，我老爷板桥，对吧？对。丢丢丢丢！哎，你看看到这个大门哦，嗯，这个以前我们家隔壁就是这种门，那现在呢，真的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，嗯，只能呢到古街老街来呢，寻找呢这个发思古之幽情的那个春联哦，嗯，有很多字叠在一起的，对，这个也是一绝哦，哦，一次写那么多，福报平安，嗯，对啊，算是比较贪心了啊，嗯。幸福美满，招财进宝。对，大家都从这边经过，就可以得到满满的气氛。嗯，好，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。刘姥姥，我要进大观园来瞧瞧了。这里有那个茶杯，你要不要买一个还给人家？哦，对。今天在饭店给人家弄坏一个。对。这里真的是气质非凡，苦命者免费。啊，你是说我吗？对啊，你抽林签不下卦，枪下卦的呀。对，来，哎，一只一张，哎，一只是你的，一只是我的。你先来先看，哇，来看什么？惨了惨了，凶凶哎。
我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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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下来一个。哎，我也是凶哎。凶不是不好，它其实是一个呢最准确的提醒。双凶呢为吉嘛，富富得正，对，一定很好的未来等着你们。本来呢我准备倒挂买啊，我现在我放弃了。那如果呢有必要的话，这一段剪掉。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好地方，嗯。漂亮的出发吧。这真的从那个世代到现在哈，屹立不摇，不简单。他没有在修的哦。古早人的那个功法真的很厉害。一二三哎，三层楼哎，很难得呢。古早的时阵，几百年前会使盖个三层楼。帮我拍一下这个古门，我每次来这边都要拍一下古门，七都拍到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书法真的都厉害，卧虎藏龙。哇，这间是算四层楼吗？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这个都是大户人家。哎，又见面了。对，应该是你们家哈。他对你念念不忘。对，我刚沿路一直走过来，说，哎，来来来，那些老店为什么还没看到？对，但是因为今天拍摄没有时间可以坐下来，改天再来你们家坐。啊，来来来来，不用不用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半天戟。古时候，这里面的官威，伊是一个大好人，附近邻居有家水较无简单，所以讲大户人家一家有法多钱，挖得很深的井，官威那感觉讲要跟人家分享，所以分享就美德就对了，对，给伊的邻居吃点钱分享。哦，前面有一个香肠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到欲尝必克，对，他对于控马还有很强，他没有办法抵挡。来来来来，安装上，哎，大美女，大美女。要多玩才可以吧？哦哦哦！哎，我这样就五十了，四十，那我还有两颗嘞，那我该怎么打？哎，要七十，上面的用力点，有没有来个大一点的？大一点的，四十，哎呀，哇呀，哎，真的不容易耶，这样没有过，没有过，没有过，你也没过嘛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们要打到香肠为止。再加一个三十的，我就一条喽。有，加油，加油，有，五十。顺哥加油了！耶！哦，中奖了，老板有香肠一条，中奖，香肠一条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太烫了。对，全台最烫的。嗯，全台最烫，全台最辣的。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厉害！我太太的阿姑哦。今这个店哦，要让你哦拍拳头哦，真正让大家看到你的真功夫。嗯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上镜头拢我来。对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围我来，围我来，围我来，过来，不不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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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自宝岛真功夫的，带着大家看。阿你好，来过来。你们来自哪边？高雄，高雄，凤新高中，凤新高中，拍起来跑下来，来，来，首先呢，再来一套非常厉害，太做高滚，吹来，来，我吹，来自宝岛，哦，来，北斗神拳，七，八十岁带来的真功夫，哦。阿姑，这个这叫叫啥？叫做金鸡独立。唔捌看过霹雳踢踏舞无？唔捌看过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切。哎，节奏，节奏，来。现在要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气功。Be careful, everybody. Watch your step.OK， 来，今麦真功夫要来了，运气，来气贯丹田，所有力量拢要集落去，哇，要来了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好厉害，
即摆上厉害所在就是讲，敢若拍到查甫，无拍到查甫。哇！别来！哦哦哦哦哦！太夸张了！再倒一次哈！哎，来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气贯丹田，过去拜。来来，过来。啊！混！啊！他下哦，下哦，怕婆怕婆怕婆哦！哎，我看到那个妈妈，刚刚抱着他儿子一样哦，他儿子一样。这饼都蛮特别的哈。对啊，那每一个世代呢，那个可能在前清的时代，拥有的那条老街到现在，到日治时代的时候，他们在这边呢留下了他们的建筑物，所以呢，他会一代一代一直富裕过来，所以呢，来他家真的是穿越时空了。嗯。这个是为神明服务的。精致哎！啊，妈妈，你这里不能随便想要就说，啊，因为比较贵。我主要金工，金工大花纹，用一个银盘，然后正面反面再慢慢敲，把一样敲。他就是呢自己把它的凿的，把它就是打出花来。这个用辣椒不同的方法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自己的一块玉去把它做成一个手镯。哇，这个讲究，独一无二的。它设计就是以一个腾云驾雾的一个感觉。嗯，这是蜜糖黄。说到这个鹿港的黑膏哦，它没有办法用养的，它全部都是野生的。一路大餐哎，难得来到这里来讲它澎湃。阿姑，阿姐，阿五在车的，我帮你准备这。你的，你的，请问哦，我们来这求见那个阿南叔。哎，不是，你是阿女士啊？没有啊，我是。哦，你在店前做啊？你原本是做什么的？在对面的时候摆摊，后来是因为因缘聚会，在梦中观音告诉我说，这间店以后我是老板。哎，小林，对，我们到那个仁爱路四段，对，随便挑一间，去对面跟他讲，神明跟我讲说，阿伯您到这边去挖耶，那你给我挂起挂出来啊！不是被赶出去啊？有被赶出去？有。现在可以了。啊？怎么？3个月以后自动找我，说这个店跟你有缘分。真的。太神奇了！啊，你今天不来加这个比赛？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层级了。哦，这虾丸，哇，你看那个鹅啊，满满的鹅啊！啊，舅舅，你就满满的那个米碟，好好的吃哈。啊，下面有哎，有什么？辣色哦，我有放吧。Delicious，delicious， 这个肉燥饭是很厉害的。嗯，吃出额外的鲜味。不管，我讲几点嘛哈。继续。反正这个控吧也不会过油，它是刚好用那个海鲜的额外的那个鲜味。对啊，我感觉这样子很赞的，是越吃越好吃。黑膏，来来品尝一下。黑啊吼，足新搞的吼，叫黑膏。黑膏，啊那黑啊叫上久的嘞，叫黑菇。喂，哎，不变变。阿姑，这有丢，这有丢。丢错了吼，他都米的先把胃皮刚整出来。这个好好吃哎。哎，真的哦。这样我也吃饱了。喝这个热汤就好舒服。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一个什么是什么梦？就是我可以当明星的梦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跟着你，我像今天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，非常的开心，觉得我又可以上电视了，因为有爱子陪在
旁边，这个比什么孝亲费更值得。阿古，你怎么在这里会所？你有没有什么心愿？有什么心愿吗？一切放空。放空，哎呦，至高无上。因为呢，来去一场梦。对，两手空空。因为钱财乃身外之物。啊，你到底存款，你我给你捏造，啊，你就空空，啊，你就完成你的心愿。你来贷款，当然咱到期。我哪有敢去？你人领到空空袂使。啊，不然怎么做会比较好？妈妈，你教我。阿姑啊，一个会啊，我小可婆婆。咱吃咱的，很过瘾的吼。这个夜市叫什么夜市？金城夜市。哇，金城夜市是我们这个彰化地区在地的朋友最爱逛的一个夜市。哇，我喜欢拉丝。拉丝鲍玉米饭。来看一下人家怎么拉丝。你看它可以拉多长？可以拉很长。哦，真的哦。料好实在，才拉得长，好不好？哇，它里面是玉米起司。还有什么？玉米跟起司，还有奶油、黑胡椒。嗯哦，那你用几种起司啊？哦，赞来，谢谢。哦，来，刘素娟上菜秀，上菜秀，上菜秀了。上菜秀好，真秀，真真爱秀。好烫哦，好烫，不会烫到哪里去。哦，感谢。有哎，不会烫。我看煞人感觉长哎，好吃哎。哎，它的起司多了一种更有那种口感，在里面的嘴巴里面流连忘返的滋味。你说你有看我们节目啊？有，我是舅舅的粉丝哎。哦，真的？还有舅舅的粉丝啊？那你会低调吗？为什么？哈哈哈！当然，让你看到粉丝的阿姑的壁雕啊！阿姑，阿那壁雕该雕不？哈哈哈！壁雕该。这边还有推荐什么其他的？你觉得不错的？左边这边哈有一个碰碰车，碰碰车，阿姑你也要抢先那个阿公钱哈，哎，阿你又要回头，可不可以这样回还是塑胶回？塑胶回，这样塑胶回，哎，这条，这条好哟，阿这条我这。那刚刚有说碰碰车，自从小时候到云仙乐园，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，应该来去碰一下。妈妈走了，妈妈，阿姑。阿哥，逼车，阿哥我来啊，快走，阿哥，阿哥莫走，没电了，来了，哇，没电了。好久没有像小孩子一样了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大家都杀出去了。嗯。来哦，我的专业。哎呦，妈妈找到了。我第一个，那么高怎么？哎，中！哪里哪里？哪一个？我还有，我多通，我中两个。哎呦，前面再套中一个，我就给你500块。那两个共辜，等一下可以让你上诉一个游戏。好，哇，这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没有吃就对不起自己了。舅舅，姑来，哦，好吃，射气球吗？可以哦，两个家长代表 PK。可以。像三颗，像三颗吧。哦，来，抗压力哦。哇！你没有抗压力。如果我有6颗，我就应该帮你孙子弄一个礼物了。拜托你送我们一个娃娃好不好，老板娘？
再看，他们都年过半百了。就是晚上就送娃娃了。小哥，大龙小虎，快快快！好好，这个枕头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等一下转过去，还有一间那个厉害的蚵仔煎。必吃啊！我们导演来吃过之后说，哇，受不了，一份再一份。哦，这种煎法真的不一样。哇，厚煎的。对啊，怎么会那么厚？你好，一根一根，它不是破烂。对，他得把它折回来，变成一块厚厚的。它有点感觉像是萝卜糕的方式哦。它那个酱汁好像跟甜不辣的那种一样，它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味。然后它的皮是酥皮的。酥皮。它这个有点像是蛋饼的感觉，对啊，脆皮蛋饼，粉香的，粉香的，我那觉得特别酥脆的呀。有交心之旅有算成功吗？有成功。大姑你欢迎我啦。有啦 ，M 成功。谢谢阿姑，谢谢妈妈。谢谢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